是真窝囊了，靠着埋干了这么个小门儿，也不大吧，是真能吆喝。过来个人哈，他给我拦下了。过来个人，他给我拦下了。弄得我这一头上哈，一捆也没埋出来。我呀，跑出二里地，转了三圈，过了四条马路，还找到一个公共厕所。喂，干了嘞，红豆打干了，说的干了，没有命没有啥，不卖你是个大傻瓜。哎呀，谁叫我叫你这个老大娘嘞，不要花怎么能卖出旮旯去？你以为我愿意要花？你看看我这个房子都没有。不要花能赚的钱，不要花能买的起羽绒服。穷你还不穷嘞，就为了买个羽绒服你还能那么拼命的喊？俺不是给俺自己买，俺是给不给你走走了，俺也没有那个功夫。有了，没错了，说的就是他嘛。哎呦，老弟啊，你不快点啊，你干嘛呢？女人逛市场那么着急干嘛呀？不就是来买点东西吗？几点了，人家肚子都饿了。啊？饿了？你饿了，不是出来买东西了吗？我不管，我今晚要吃饺子。这吃饺子就吃饺子，我回家给你包。喂，啊，啥酒菜的？俺老婆回家哈。打上个鸡蛋儿，搁上个虾皮儿，几个鼓掌，亲娘嘞，就在这个好吃上。哎呀，吃饺子还真是嘎了的，可香了。你没吃过是不是？我没吃过。你就尝尝，千万别吃那个韭菜，为什么反胃，吃饱后就难受，真难受。哟，那我吃嘎了的哈。我买一送一。买一送一啊？买一个，买一堆嘎了，你送我一个这个？不，我送你一首歌。我也送，我也送。你送什么？我也送歌，我还真就不服了我。这样我们就看看，当然我们要货比好几家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来个赛歌会好不好？你们谁歌好听，我们就买谁边的东西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的。来，你快点吧。啊，你先唱。来，先咱们坐着听，坐着听。好的。这样一种想法，怎么不能为了咱们吃一顿饺子搞得大家伙不开心大过年的？要不这样吧，回家老公给你包饺子，咱们不要馅了，我给你包十斤饺子吃。那不是什么也不能破坏人家的关系啊，对不对？走，回家我们包十斤饺子吃去。哎，便宜卖给你，藏昨晚把你都藏跑了，有本事你把他干了都藏跑了他。你怕什么？我也没说你什么，别叫你心思我在这欺负你。奶奶，不关你的事，是我不好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。去年俺爹骑摩托车带着俺娘去串门，路上出了车祸，俺爹当场就没了，俺娘也摔坏了颈椎，不会动了。今年俺该上小学了，可是交不上学费呀、啊。多亏了一个姓陈的奶奶，她看了报纸以后给我寄来了学费，我才能上了学。陈奶奶可好了，她老是给我寄衣服，还给我寄书。快过年了，奶奶，我是偷着跑出来卖嘎了，就想赚点钱，
买件羽绒服过年送给这个奶奶。好孩子，奶奶不要羽绒服，奶奶有你这个心，奶奶比穿什么都暖和。奶奶，你是奶奶，你是陈奶奶。小香，我心分分娘俩弄得这么好上。